《上门龙婿》第三千零四章可以播出了。史蒂夫见叶晨说的一本正经，心里震惊之余也不敢有丝毫怀疑。他前段时间确实听说四弟儿子投资的 AI 企业有了巨大突破，一跃成为互联网行业新星,星。不过他倒是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多的是金融和能源产业，互联网泡沫大，盈利难，一直都不太。 对他们的胃口，但是他真没想到，AI 这个东西适配性竟然这么强，一转眼竟然在寻找四方宝状的过程中发挥出了亮眼的能力。这么看来，如果四方宝状还在纽约，那 AI 参与把它找出来的可能性自然更大。想到这里，他心中也不禁松了口气，心想，还是得吃里扒外啊，只有吃里扒外，才能保证盘子里的东西。 不被人抢走，这要不是自己跟叶晨暗中合作，卖家求荣，万一四方宝状真落入家里其他人之手，自己岂不是彻底完蛋？一念至此，他忍不住握着叶晨的手，感激又庆幸的说道：“叶先生，幸亏有您啊！”叶晨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跟我合作，终归是没错的吧？不但扼杀了一切风险，甚至还有可能给你早日继承家族提供助力。” 那是，史蒂夫不假思索的重重点头，随后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说四方宝状已经到了华夏，那我就放一万个心了。只等新闻出来，到时候我父亲必然会第一时间召唤我回去。希望一切能如叶先生您所说的那样发展。”叶晨微微一笑，旋即说道：“对了，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出面。” 向你四弟索要所有接受检查的直升机相关影像资料，越快越好。史蒂夫想不通，叶成都已经把四方宝状弄回华夏了，周彼得也已经被安全带到加拿大，他自己也没有困在纽约，完全是彻底脱身了，为什么还要关注纽约的事情？不过他不敢多嘴过问，更久七八零九零不敢耽搁时间，于是便道：“叶先生稍等，我这就跟他们沟通一下。” 眼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虽然也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找到四方宝状，一跃成为家族继承人。不过，在没有取得明确进展之前，大家也都不敢怠慢史蒂夫这个原定的继承人选。于是，当史蒂夫提出要相关影像资料的时候，他的四弟一家也没有拒绝，立刻就让 a r 整理出了高清图片，然后打包发给了史蒂夫。史蒂夫将资料交给叶辰之后。 叶晨很快便从高清摄像机拍摄的人脸照片中找到了吴飞燕，继而也确定了她乘坐的飞机注册号 N77DT。此时，在纽约空管的雷达上，N77DT 还没有起飞。叶晨估计，吴飞燕还在接受检查或者等待检查，而吴飞燕眼下也确实还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检查的速度却不见提升。 这让他的心态更加崩溃，最痛苦的就是这种慢刀子割肉的感觉。时间每过一秒，心态都会崩塌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最早从纽约外围前往目标机场附近的斥候已经陆续抵达，但他们很快给左军都督府传回前方情报：国土安全局在目标机场投入了大量人手以及武器装备，甚至从国民警卫队抽调出六架阿帕奇在现场负责警戒。 再加上还有正在伴飞的 F 三五，其火力配置，就算整个左军都督府的斥候全派过来，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吴飞燕知道强攻已然是痴人说梦，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抓紧时间赶过去，确定四方宝状是否在那架飞机上。如果在，自己就用灵气盯紧四方宝状，待时机合适，亲自把它弄到手。于是他便对吴天林说道。 传令下去，抵达的斥候务必盯紧这个机场。一旦目标飞机降落，任何人从这个机场离开都必须记录在案，绝不允许有任何遗漏。吴飞燕知道自己不可能在飞机降落前赶出去，所以便只能用这个办法做一道保险。如果四方宝状真的在那架飞机上，而自己到了之后又没发现四方宝状，那每一个从机场离开的人都值得一查到底。而他越是着急， 眼前排队检查的队伍效率就越低。当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检查才终于轮到他所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在士兵的要求下，吴飞燕、吴天林以及飞行员全部下机接受搜身检查。除此之外，多人携带专业的检测设备，在直升机上下小心谨慎地检查着，即便是直升机的油箱，他们也不放过，要用专业的设备探测出内部结构。 看看四方宝状是否藏在其中。一切检查无误之后，吴飞燕所乘坐的直升机终于获准起飞。直升机按照空管的要求爬升到指定高度，随后便在吴飞燕几乎歇斯底里的催促下，以急速朝着目标机场所在的方向飞行。半个小时后，那架湾流 G 六五零的飞行员在两架 F 三五近距离伴飞下，忐忑的完成进近。飞机对准跑道的那一刻。 两人心里都慌得不像样子，两人都飞了十年以上的民航，但是被战斗机伴飞还是第一次。忐忑不安的两人堪堪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刚将速度降下来，两架武装直升机便立即升空，在飞机上方十米左右的高度，紧跟着飞机按要求脱离跑道。此时的国土安全局如临大敌，飞机飞回来，他们就不再担心国防机密泄露的问题。 而是担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会做出极端行为。不过好在飞行员本身就是无辜的，他们老老实实的按照要求把飞机缓缓停进机库，引擎刚刚熄火，便立刻有人用专业的设备锁死了飞机的轮胎。这种情况下，就算飞行员想逃，飞机也不可能靠引擎顺利推出。随后，几十名荷枪实弹的特种兵已经将飞机完全包围。负责人用无线电对机组人员说道。 我代表国土安全局，要求机上所有人员立刻到舱门处等候。舱门打开之后，所有人必须将双手高举到脑后，有序排队走下飞机。否则的话，我们将采取极端手段。机组成员哪敢耽搁，连忙打开舱门，一个个双手抱头从飞机上走了下来。早就等待多时的特种兵们，第一时间将他们全部控制起来，随后由专人上签进行细致的搜身。 而更多的特工则第一时间登上飞机，开始对飞机进行极其细致的摸排检查。由于线报说的比较笼统，只提到了涉及国防机密，却没透露究竟是什么物品，是大是小，所以负责人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一边让人立刻开始突审几名机组人员，一边让手下特工做好准备，利用专业的检测设备，在机务人员的帮助下，参照飞机的蓝图。 将所有不属于这架飞机出厂配置的东西全部找出来。这项工作预计至少也要三天才能完成。当吴飞燕终于赶赴距离机场仅有三公里的既定位置时，机场内的特工才刚检查了半个驾驶舱。吴飞燕抵达之后，便立刻让吴天林询问斥候有没有见到任何人或者交通工具离开这个小型机场。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这让吴飞燕顿时松了口气。 没人离开机场，就证明只要四方宝撞在那架飞机上，就一定还在这家机场内。于是他将体内过半灵气都释放出来，灵气蔓延至机场的所有角落，以此来搜寻与法器有关的动静。而吴飞燕不知道的是，他乘坐的直升机刚降落，叶晨就已经知道了。于是他立刻发了一条信息通知林婉，信息的内容是：可以播出了。